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不错，这个料子也挺好的。妈，你看看。不错，挺好的，留下吧。也不知道偷偷用了什么，细皮嫩肉的，我的身上怎么是这样的，还有一股味呢。喂，谭大姑，今天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花钱不眨眼呀。我那儿媳妇呀，又从网上买了一大堆衣服，从过年到现在呀，那快递都没有停过。你说她天天就知道打扮自己，我儿子穿的那是啥呀？黑上衣黑裤子，从年头呀穿到年尾了。那上衣的袖口呀都磨成蕾丝边了，还有那老皮鞋呀，脚后跟都磨破了，那鞋帮子呀拔都拔不起来。你说一个年轻小伙子弄得木气沉沉的。妈，我儿媳妇呀好像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年前她给我买了保暖衣，还保暖衣呢，一摸呀就不是什么好料子，穿到身上呀粗粗拉拉的还有味道，你说她安的什么心呀。妈，我是婉婉，我打错电话了。吃饭了。今天的菜呀这么丰盛，一看就是婉婉做的。你娶了这么好的媳妇了，可有福了。家里没肉了，萝卜白菜凑合吃点吧。吃素的好，我就喜欢吃素的。妈，那个你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你身上粗糙有味道吗？我给你买了沐浴露，您呀多洗洗澡慢慢就好吧。电话在家里打什么电话？没有，我给你大姑打电话呀，婉婉听到了。快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快快快吃。婉婉，你那沐浴露呀真不错，洗了身上滑滑的还挺香的。对了妈，我给皮蛋呀新买了身衣服，你给参谋参谋。哎呀，他一个大老爷们给他买什么衣服呢？不用买不用买。您不是说我不给他打扮暮气沉沉像个老头吗？这次呀肯定不像了。老公啊，过来呀。哎呦你妈。怎么样嘛，中国风花卫衣加黑色休闲裤现在呀可流行了，年轻人都这么穿，可显年轻了。哎，一会儿你陪我去趟超市啊。啊，穿这个去超市？怎么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比你那个蕾丝边的黑色衬衣好多了呀？哎呀，走吧。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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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那意思，妈不是那意思呀。